如果没有动力了，就来看看这个吧。刘备从来不会去问孙尚香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就是辅助，成吉思汗也从来不会去问 Timmy 我为什么一直没有皮肤，安琪拉不会去寻找他丢失的那个小熊，橘右京更不会去数他究竟削了多少个苹果，雄鹰不为暴风折翼，狼群不因长夜畏惧。雄鹰不为暴风折翼，狼群不因长夜畏惧。